君妹把我叫醒了，说你过来了，怎么了？忽然找我？想我了吗？你手机是不是没电了？没电了。嗯，好像真是没电了。真想每天睡醒都能看到你。嗯，昨晚加班到两点，刚睡醒。嗯，睡了不到两个小时，还是好困啊。冰箱里有刚买好的椰子，等一会儿给你做椰子饭吃。嗯，真的买到了。嗯，那不够四个人吃吗？不是四个人，只有你和我。嗯，绝美和小新要出去吃吗？受伤？嗯，想不想每天都能看到我？想啊，可是你很忙。嗯，我能理解，我外公年轻的时候也这么忙，他经常和我说。想不想随时都能找到我？当然想。想不想即使我晚上加班不在，你也能睡到我们的床上，等着我天亮回来？想不想每天都能听到我的声音，不管多晚我都能哄到你睡着？想。想就好。所以从今以后只有你和我，我只会做饭给我的老婆吃。傻了？嗯，哪有人
在床上求那什么？求什么？求嗯？的事你小孩少操心，小声点。哎，不至于。你刚刚拉我干嘛呀？你拉我进去一会儿，声声出来怎么解释？一会儿不是更说不清楚？解释什么？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怎么了？不是吗？啊？啊？不是那个，那行行行，那个，那你说有什么咱就有什么，好吧？那你要是没什么。没什么，你笑什么呀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你不就没什么吗？是。行，你别站着了，你坐坐。哎，那一会儿怎么说的？那是知道知道怎么说。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嗯，好。几年前。有一天，我在值班室休息。值了几个夜班啊？累成这样？记不清了。吃饭吧。哇，谢谢。嗯。好吃。我们社团呢，今年想要做一张专辑，让我帮忙筛选了十几首歌。嗯，你帮我听听看。好啊。放了啊。下一首了。
阵风，半壁如泉轻落笑纸伞，遮不住我的懵懂。那年我俩会相逢，夕阳染着脸庞微微红。这怎么没有名字？你也觉得这首歌好听吧？编曲作曲还有唱这个 demo 的人声都不错，作者是谁啊？还有唱 demo 这个人是谁？可惜我找不到作者。找不到？这个歌呢是我们在投稿的曲库里面听到的，有很多新人作者把歌曲投稿到我们那儿，经过一些整理呢，我们都觉得这首歌特别好听，但是没有名字，也没有作者信息。你也知道，我特别在意版权的事情，找不到作者，我就没办法用。这样吧，你把这首歌发给我，我试着找一下。然后我就找了好多的曲库，那时候的曲库歌曲信息不全的实在太多了，那个声音我一直没有找到。你不要告诉我就是我上传的那首歌。你觉得呢？我确实录了好几个 demo 上传，不过那个时候都不懂，连网名都没有注册，就是自己唱着玩的。而且我自己都不记得我上传了几个平台，而且那种素材打包下载的成千上百，都没有名字，你怎么知道是我啊？我不知道。那我找了好一阵子，没结果，就算了。但是你的声音我记得很特别，就算过几年再听也能认得出来。我和风雅松有个习惯，喜欢去各种不认识的聊天房间听人聊天。我们两个工作忙，但配音演员需要不断体验生活，听陌生人的聊天，那个胡椒猪肚鸡超级好吃。也算是一种方式。我们呢点的是红白锅，白锅就是鲜汤，红锅就是台湾式的血和老豆腐。啊，你知道油辣的红汤煮出来的血和豆腐味道有多正吗？生生，你是在自我折磨还是在报复我啊？我告诉你，我还是第一次知道猪肚和鸡炖在一起有多咸。你想啊，把汤熬成奶白色，汤里有着浓郁的药材味和胡椒香气。我发誓，市一旁的那一家绝对能排上猪肚鸡火锅前三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这是一道广东客家名菜，有时间的话你可以自己在家做，做法其实也不难，就是需要一些时间，而且猪肚清洗起来会比较麻烦，配料尽量配齐，会很有养生的效果。我记得有红枣、党参、玉竹还有枸杞，剩下的就是一些常备的调料，盐和白胡椒粒什么的，当然料酒和姜不能少。你听得到我说话吗？鸡要放在猪肚里，用牙签封好，小火慢煲。我在隧道里信号不太好。后来有一天，那年我
我加班去超市买东西。清晨荷塘里正吹着风，半壁如裙轻落下纸伞，遮不住我的懵懂。那年我俩会相逢，午后蜻蜓立在水当中。然后呢？然后然后就该去做椰子饭了。哎，你怎么不说完？你先说完。嗨，孟老师。来了。嗨，先生。哥，你不跟我说就你一个人吗？这样就显得我很尴尬，好不好？你早知道把匪烧酒了。有什么尴尬的？走。先说。先做饭。先说。对对对，先做饭。我饿了，你看。你也做，站着干啥？你先说，先说。那你们俩忙着啊，我把门帮你们关上。谢谢。先说。哎呀，本来这个椰子饭呢是给你做的，现在看来要跟大家分了。我喜欢和大家一起吃，你先说嘛。先做饭。做饭不可以说吗？当然了，做饭要专注，对吗？喜欢吃甜一点。这个给你的，甜一点。这个要蒸多久？蒸一个多小时，蒸完以后还要再焖半个小时。那刚好，你现在可以说了吧？快说。后来的事就都知道了，所以我们很早就认识了，只是你不知情。这首歌你作曲的？你跟他说过？他在我电脑里存了几首，我经常听。因为平时在医院工作比较累，比较忙，听到他的歌，整个人会轻松很多，是个非常不错的消遣。我们俩认识就是从他写歌认识的，我算是他一个不知名的小粉丝吧。刚刚你在楼下说的都不是真的。什么？你是我的粉丝？你不怕以后被拆穿？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如果你不说，我根本都……就算你现在说了，我都不敢全信。我不会骗。相信此，更不会骗生生吧。